年轻人走完了，现在剩下我们的常青人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走天路啊。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力量，还有我们的诗歌，还有我们的拯救啊。怎么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这首歌啊，诗篇啊119篇啊，感谢主啊。凡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医治，还有得到释放，还有得到更新啊，好不好啊？好，所以我们有福了。我们呢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啊，我们要宣告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他是我们的拯救。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会得到释放啊，就会得到医治啦，得到什么自由啦。 Amen。 好，今天呢是父亲节嘛，刚才我们呢为所有在座的父亲们祷告祝福了。我今天呢站在这里特别呢祝贺你们啊，你们呢父亲节快乐。但是呢我们啊每天呢要开开心心的，要什么啊，健健康康，还有平平安安啊，好不好啊？哦，不是来哪里哦，不是来啊吃饭啊，最重要的要得到什么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又忘了啊，再一次给你们考虑一下，是我们的什么力量，还有诗歌，还有拯救。哈利路亚。那今天呢父亲节，我跟大家来叫做分享做一个什么开开心心的爸爸。怎样啊才算是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按照新加坡的华人啊，他们的 mentality，他们的看法，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必须拥有5个 C 啊，5个英文的字母啊 ，C 啊。第一个 C 是什么 ？Condominium 是豪华的什么公寓啊？新加坡啊。一个豪华的公寓啊，价格多少啊？澳洲钱啊，100万啊。所以呢，一个做父亲的，如果啊有啊公寓啊，他就怎样吗？很开心了。那这个是新加坡人的观念或者他的见解。另外呢，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呢，要拥有 汽车啊。新加坡啊，人要拥有汽车啊，他还没有买汽车之前，先要有什么？拥有汽车的什么？对了，那个执照，那个 certificate，qualified entitlement 啊。你看啊，要买汽车啊，新加坡人啊必须先要拿到政府的什么啊拥有权，那一张啊制造那一张 certificate 啊多少钱啊？30万啊。
现在啊，早一点以前的50万，那要买一辆车也差不多30万、40万，所以加起来多少万啊？差几十万了。哦，一辆车100多千啊，不容易啊。但是我们这边的一辆车呢，好像我的 Toyota， 我的 Camry， 才啊，我买啊，差不多20万左右啊，不20千，2万多了。那边啊，哇，要100多千啊，10多万啊。所以呢，要做一个开开心的爸爸，除了要豪华的公寓，要有汽车，有 car， 还有呢，第三个 C 是什么 ？Cash， 现款，而且钞票啊。新加坡人还出门啊，他的钱袋啊，不是啊一张两张啊，哦10多张的。那一张两张啊，不是10块20块啊，是多少啊？50块100块一张的，这位好像了不起了。那开开心心的爸爸，除了拥有 condominium car cash， 还要什么 credit card 啊，信用卡啊。新加坡人的钱啊，不但是有钞票，还有很多的什么信用卡啊。最后要开开心心的爸爸要拥有第五个 C 是什么啊？是什么？大声一点啊，这边有话给你们啊。 Club Member 啊，俱乐部的会员。新加坡俱乐部会员啊，多少钱啊？100千哦。那新加坡纪委员会员证啊，能够怎么转卖啊？所以很多人啊，做会员那是一个投资，他买啊，可能啊，10万、20万，他可以卖啊，对吧？5万、50万、10万，100千。这很了不起啊。那这个是新加坡人啊的看法啊，要成为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要拥有五个 C。那澳洲人啊，澳洲的华人啊，对这个开开心心的爸爸的见解是什么？必须要有3个 P 啊。第一个 P 是什么？Permanent resident 啊，永久居留，现在有身份啊。还有第二个 P 呢， property 的产业，就是要拥有什么屋子，你有身份啊，没有屋子不行啊。所以啊，今天很多我们澳洲的华人啊，哇，拼命啊做工啊，赚钱，做什么呢？来供房子嘛，那第三呢，一个开开心心的澳洲华人必须要什么？第三个 P 是什么 ？PhD 啊，那个就是学问啊，是博士，就是学位啊，你有物质，你要有 PR， 更重要你要什么？有学位。因为在澳洲啊，你没有文凭没有学位啊，很难找到工作，也很难升官啊。所以这个是叫做澳洲的华人要做开开心心的爸爸必须要什么？拥有3个 B。 那现在我们来到基督教来到这个圣经的看法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的圣经怎么讲啊？要有两个英文的字句，这两个字句第一个是什么？ Honor God，
要敬畏神，还有什么 ？Obey His Word， 就是遵循他的道。那刚才我们一起宣读了诗篇128篇啊，敬畏耶和华、遵循他的道的人，变为有福，必然享福，事情就顺利。他呢，能够吃劳碌所得来的，而且他的曲折在内室好像结果子的什么葡萄树。另外呢，他的儿女啊，要像什么橄榄摘子啊，能够围绕，就是橄榄的摘子，就是能够什么，能够借枝吧，啊，意思说啊，有孝顺的儿女，啊，让父亲什么呢，啊，来开心。另外什么，他要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那个是什么？耶路撒冷就是家庭，意思说他呢必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第四呢是什么？他必看到他的儿女，儿女就讲到什么？他的后代啊，还有看到他的子子孙孙啊。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他要享受什么？承受什么？承受五个福。什么福啊？个人的享福，就是能够赐所得来的。今天很多啊做父亲的，他们呢、不但呢、没有享福啊，他们呢、受咒诅。你看了、他们啊，一生啊，80岁，前半生呢，就是什么？他用生命啊来赚取钱，那后半生呢，用钱啊来换生命，因为呢，40岁过后啊，一生啊都是病啊，不是这边痛那边痛，一脚好，这个一头好啊，一心好很多啊，所以啊，前半生呢，用生命来怎么换取啊钱财，但是后半生呢，用钱财来换生命啊，结果呢，有没有享福啊？没有享福啊，一生呢、都是病，所以啊，很可惜。另外呢，有一些家庭，一些父亲啊，前半生呢，哇，拼命，赚了很多钱，结果呢，40岁过后还没有到临终啊，这个儿女就什么争产业了啊，所以啊，我看到太多了，所以啊，今天呢，我要鼓励，如果我们要享福，我们呢、必须要什么敬畏神啊，不单呢、你自己要敬畏神啊，也要带你的什么啊，儿女子孙呢、来教会来敬拜神。刚才我看到这班的青少年人，我很深的感触啊，这感触什么呢？这个教会啊，这个家庭啊，会成为祝福，因为啊，他的后代啊，的孩子们啊都敬畏神，他们啊。你不用操心了啊，神啊会引导，会祝福他们的，所以将来呢、也会成为啊好的青年人，好的啊这个国民啊，好的教会的青少年人。那我认识一个家族啊，他的名字叫做华尔兹啊。华尔兹啊，这个家族啊是敬畏神的，
所以啊，神啊祝福啊这个家庭。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啊，有200年啊，统计啊这个家族啊当中呢1934位都是什么有名望的。那这个表啊你们可以啊 copy 啊，这个是事实，我是在网络里面查到了这个家族。你看啊 ,1934位当中呢有多少 ?100 位是大学的教授啊，有14位啊是什么校长呵呵，还有啊多少位的律师啊 ,70 位律师，还有30位法官，60位医生，有60位作家，有300位牧师神学家，300位牧师当中呢有差不多10多个是神学家，就是在神学院 做教授的。那还有3位的叫做国会议员，那其中有一位啊是副总统啊，你看到没有？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家庭啊，会蒙福啊，蒙什么福？不但能够怎么是劳碌所得来的，就是个人享福，还有家庭啊，什么蒙福？他的太太呢？是一位叫做什么贤妻良女儿母，能够理家，还有他儿女啊，个个都很孝顺啊，也围绕啊，作为就是说他们啊，跟父母啊的关系非常的好，就好像父亲节。这些儿女啊都会回来跟爸爸做什么父亲节，就好像我今天还没有来之前，我的儿女儿在外面一个大的餐厅请我吃饭，不是单单吃，最重要的他们那个爱心他们那个孝心，所以呢给我很大的安慰。所以要敬畏上帝，遵循他的道人，不但个人蒙福，家庭蒙福，教会蒙福，后代蒙福，代代蒙福啊，好不好啊？好。所以我们呢做父亲的人啊，我们呢要好好的敬畏神，不但你个人来做礼拜啊，信上帝敬畏上帝，要带领的什么儿女还有子孙来的教会让你们一家都怎么来侍奉主，来敬拜主。就像耶稣雅记第24章第5节，耶稣雅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见证，至于我和我全家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雅的后代也蒙福，也看到华尔兹的家族也蒙福啊。所以你愿意看到家庭一代比一代好大家都成为什么社会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我们呢必须要什么敬畏神，不单是在做礼拜，还要遵循他的话。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呢这个教会，让愿我们这个教会天路堂每个信徒都是敬畏神的人，都是遵循神话神的话的人，明白了吗？
后面啊，你们有听到吗？有啊，明白了举手。哦，大家举手了，哎，感谢主。那我讲到几点啊？几点吃饭？现在4:15了，讲到4:30了，好像讲到5:00。哎，你是主席啊？4:30 ，OK， 这样我还有15分钟哦，所以要开快车了啊。敬畏神啊，是什么意思？那我今天呢、啊，用3点，讲3个人物，哦，啊，1:05，3:15，哈哈。敬畏神是怎样的？第一，是顺服上帝的人。我们看了在希伯来书第11:7，有提到挪亚。挪亚是顺服上帝的，就是敬畏上帝，他听神的话的人。神啊，呼召挪亚，叫他做什么？做方舟啊！方舟不是小船啊，是大船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挪亚才8个人啊，他坐船啊，坐大船8个人不行啊，要做什么？要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做，结果呢，他就告诉所有这些邻居朋友，可以说全人啊，当时他那个时代的人，告诉他们啊，这个什么大雨啊，洪水要来了，神啊吩咐我做一只大船。在哪里做呢？在阿拉斯加那个山啊，很多人都笑他，嘲弄他，你这个有一点问题啊，天气这么好，要坐这么大船，结果人啊不跟他合作，挪亚呢是不是放弃就灰心？没有啊，神啊要他做，他就怎样顺服你们，哎，不做，我们一家拼命来做，感谢主，哎，做好了，也告诉我他们的这些邻居啊，这些村民，这些居民，洪水要来了，那我们现在做好了房子，你们进来，他们啊不见，结果挪亚呢就怎么，就找动物一对一对的，哎，进到大船，还有他一家，哎，就进了大船。所以我们中国字啊很有意思哦，这个船呢、啊，左边是一个什么舟啊，那右边呢一个坝。还有一个口啊，所以一家八口啊，就是什么，就是船啊，坐在进了船里面哦，哈哈，所以中国的字啊有意思了，我不知道来源，中国字是不是因为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啊来编的这个船字，哎，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让我们知道，哎，挪亚他进啊，本分，神既然呼召他，要他做一只方舟，他就怎样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挪亚一家怎样蒙福了？为什么呢？免去那个洪水啊，被这个洪水怎么淹死了？当时带来所有的。都淹死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啊，哈，生存。
后来挪亚一家八口就什么闪啊、韩啊、亚夫啊，就三大的民族了，黑人啊、白人啊，还有黄皮肤的人啊。那这个是有根据的哈，不然的话，这些黑人哪里来啊？这些黄的皮肤是哪里来？白种人哪里来？就是闪、韩、亚夫啊，他们啊传下来的。所以你看到听话的人啊，神要什么？要祝福他们啊，就活得什么开开心心的啊。那所以明白了啊，敬畏神就要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上帝的人。第二，敬畏神我们还要做吗？要做一个敬虔啊、圣洁的人，因为我们的神啊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啊要做他的儿女啊，我们呢、啊、也要圣洁。那这个圣洁不是在生活上外表上啊干净，圣洁的呢在信仰这方面，还有在道德方面。信仰方面圣洁，就像啊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到第十那边有讲到十节，前面四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第二不可雕刻偶像，第三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呢要守安息日为圣人。意思说圣洁啊，信仰方面的圣洁就是对神要什么？要专业。就像你们啊今天主的日子你们来到那面前，我不讲说你们守安息日，因为这是神的日子，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啊，你敬畏他还有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的名，还有除了他不可有别的神啊，这个是信仰上的圣洁。还有啊行为上道德上的圣洁，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诫命的六条，从第五条开始要孝敬父母。你看啊，做一个基督徒啊，神的儿女啊，要在生活上啊，要在那个道德上行为上圣洁。第一条是什么？要孝敬父母，而且圣经特别讲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带有允许的，神要祝福。还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神害人，不可怎么按人所这个别人的东西。所以这边叫不可贪，不可以偷还有不可以抢啊，犯奸淫啊，就是抢人家的丈夫或者抢人家太太啦。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啊、如果敬畏神，我们除了听神的话，我们还要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还有敬虔的生活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挪亚啊，不是约伯啊，约伯第一章第一节有讲到啊，当时啊有一个人啊，你看到吗？啊，是什么人啊？无锡地的有一个人，约伯住在无锡地嘛。那人是怎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四节有提到约伯啊，他每天啊什么都献祭啊，献祭表示什么？表示啊他跟神的关系啊很密切。不但他自己啊每天啊有献祭，有灵修，有祷告，有唱诗，有这个读经，
他也带领他的家族一起啊灵修啊。所以这个家庭啊，不是单单呢、啊、约伯一个人啊圣洁虔诚啊，他整个家庭啊都是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都是追求圣洁的，都是什么亲近神的，他们都是远离恶事的。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但顺服上帝的话，他们呢也是过什么敬虔的生活，还有圣洁的生活。第三呢，一位敬畏神的人啊也是什么啊，感恩还有奉献啊。阿伯拉罕啊，你看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有提到啊，亚伯拉罕啊他敬畏神。我们就要知道，因为神啊呼召他，要他怎么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做燔祭啊。做燔祭就是什么，要把他的儿子怎么啊啊却砍啊流血来献祭的。亚伯拉罕只有这个儿子，很宝贝啊，但是神啊，因为这个是神给的，神啊既然要还，他没有 bargain， 意思说没有讨价还价，他很顺服。圣经讲他清早啊就带他的儿子啊还有这些木材啊一起上这个阿列山，在那边做什么啊，要献祭嘛，要把以撒怎么献给上帝。但是上帝看到啊，对亚伯拉罕说啊，当亚伯拉罕要把孩子砍了啊，要献祭了，神说不要，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哈哈，啊，你不要。所以你看呢，亚伯拉罕啊，他是敬畏神的，他有这个奉献的心。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呢敬畏神，不单要听神的话，不单要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而且要过到什么奉献的生活。圣经叫我们要什么十分之一，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啊神的儿女，我们啊是信徒啊，神啊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对神呢要敬畏他，我们呢就要甘心乐意什么奉献十分之一，而且我们要全心的奉献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这个教会，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啊天路堂的信徒，我们呢、啊、都要成为什么敬畏神的人，遵循他的道的人，让我们呢、啊、每一个信徒都是什么过敬虔啊，过着一个什么啊圣洁的生活，更重要的要过一个什么奉献的生活，感恩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啊，你啊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也过着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还有什么充充实实精精彩彩了。 Amen。 所以再一次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做爸爸的，让我们啊好好的啊在家，我们呢、啊、能够做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那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爸爸，我们呢、啊、必须要什么敬畏神，要听神的话语，那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还有过感恩的生活，还有过奉献的生活。 Amen。 没有了啦，十五分钟了。好，谢谢张牧师。我们把那个